今行くからね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哈姆。好的，来玩我们的天地节。今天是3月24日，礼拜天。好，今天我要去扫墓，待会早上要出发去扫墓。现在已经三点半了，半夜三点半。我打算继续来把这座三毒川给打完了，因为三毒川比较重要吧，可以拿一些资源嘛。这个烈星的话，你要沾星吗？这个已经开了啦，爪跟星。可是这个要去刷这些资源，这些资源必须打到9:1、11:1，有点后面。这个是幽城幻剑录那个十之系啊，所以硬要升的话，这边有那个之前换的资源1000多个。就是新年的时候，过年的时候啦，农历过年的时候出那个有活动吧？那时候是什么活动啊？我忘记了，反正就一个副本了，然后里面可以去换东西，然后就换了1000多个吧。就是我们的那个资源大概有4种吧，可以另外去把它收集出来。像这个潜移妙回有，但是我没办法。大家看一下，因为那个要60等。简单说就是这个啦，要60级。这个苹果，我也不知道它是什么，长得像苹果的东西。1234。这是种另外的资源，就是让你比较好升啊。简单说就是，急升嘛，哦，急升。提升这边你可以换文云宝玉，然后淬火这边也是葫芦神玉，然后屋内也有这个无方陨石，然后再来就是刚刚一开始我们看到那个资源嘛，这个这边。爪更新这个啦，我这个，反正我有1000多个啊，可以用啊，可以用啊，它可以一键回响。哇，你还升到十阶要500多，要500多啊！天哪，这样十而已嘛，大长时间平均升啊，那就升一个嘛。这个一键回响，这个也是还不错啦，可以直接补起，这样比较快。战力加不多啦，哦，你看战力加一些而已啊，都个位数或十几而已，所以也不用说全丢啦，大概就平均升一下吧。你们看我这个战力3000多就很低啊，因为它会有一个推荐吧，我记得它好像有推荐欸，在哪边他会说，欸，怎么是长色啊？常用是不是？我不知道它放在哪里，就是这里吗？哦，这里啊，推荐强度，你看，就是我这个位阶，我现在推荐强度是3800，所以我这个萧贺推荐强度3800，我才2600，昨天是不是不到2500？我今天又把它稍微练一下，就练这个比较快啦。这个只是这个很花资源，很花那个这个铜钱啊，不太想用。这样，你看35000就没了，然后这就超过了，就没了。主要是铜钱不够哦，这铜钱真的不太好拿。主要这我之所以会有铜钱，是因为刚好那个鲤鱼登天有拿到200000了，啊。记得好像是这边有拿到200000吧，忘记在哪边有拿到，这里啊，哦，这里200000，不然我根本没有这个铜钱，铜钱超缺的。好，猎星谁有金汤好了，
我这个、哦。好，那这周我们打这个旧域烽火，我们最后一名，呵呵，可能那个前面公会都比较活人比较多吧。你看我们这周不知道为什么比较没有人打，我也不懂，才950而已，因为别人都已经4000多了，我们这个打的好像很少。我有打啦，我都打这个分数比较低的，我都打这个。好，大概看完了那个养成的系统，然后哇，竟慢慢的我的那个都慢慢都升起来了，已经第六阶了，有没有？这个已经六了。一开始从一嘛，开始一阶慢慢升，然后这个可以有力的人也都慢慢的变八个小时了，因为你等级只要六级，好像就八个小时了吧。八个小时够多了啦，就派一派嘛。你也可以再加小时，但是我不要，因为也可以啦，因为反正我明天不在嘛。这个东坡肉真的十小时，对不对？给他用一下东坡肉，十小时。一开始真的是只有一点点而已啊！一开始派遣都一两个小时就回来了，慢慢的就把它养起来了。而且我们菜越做越丰富，哇！这怎样？这个烤鸭更久，那就用东坡肉就好了，东坡肉就可以了。下次再用烤鸭吧。12个小时够久了吧，你就可以睡一觉，剩下仓库还没有爆仓库，你看还没有爆仓库，已经到7万了，我现在才都不会爆仓。然后这个竟然可以中这个十字印，欸，搞笑啊，十字印获得十字印，而十字印可以中资。没了，那个好像是比较特殊的，就是特殊一格的那一种的。我来种娃娃菜，娃娃菜可以那个做菜用，又可以升级了哦。继续升，这个烹饪，你看可以做的菜越来越多了，我看着肚子都饿啦。这个变金烤鸭两小时哎，派遣。对，两小时很多啊，那你就是要这边有这个麻鸭很简单啊，我们来买一下吧，应该有的卖吧。欸，我不是说我要玩那个三途川，结果这边做这些杂物，做这边杂事。其实我们这游戏真的还蛮好玩的，欸，我是觉得天地姐蛮好玩的啦，不然我干嘛玩，对不对？这买一买啊，便宜好不好？我们派遣回来就一两千的，一只就一次一个地点，就一个点就一两千的。我是怕我这个爆仓了，你知道，我这个菜也要爆仓了。我觉得再做下去会爆仓。这个我熟练度100了，我这是新的哎，极地州不知道可以干嘛。这边点了，他不知道，他不会告诉你他有什么效果。这个我已经100%了，可以申诉一下。你看360，这个菜肴越来越多，菜肴是派遣需要的，就他们派遣需要食物啊，然后去把这些资源拿回来。简单说就是花这个菜肴，然后派遣去游历，把这些资源拿回来，然后会有那个币可以再去买这个，买那些基本的素材，然后搭配你种植的东西，然后去烹饪。形成一个循环，然后再来把你这些外面这些功能给升级一下。三途川嘛，一二三层以后可以直接跳过。然后这个列队啊，这个列队不太需要，因为我的那个角色不够多啦，而且等级不够高，很多都不能做。这可以领的是不是？
反正我现在是三盒制是这样，就是原本是四格嘛，然后这边已经有六个空间了，可以再升，可以8个就可以列队，你就可以一整天。如果你英灵够多人，就可以一整天不用上线。啊，进来花了10分钟在这边讲这个杂物。好，三土装，我今天有玩一下下，但是还没打完，我怕我打不完，明天不在家。应该是打不完的，因为明天不在家。明天回家之后还要录游戏，还要干嘛的？可能这礼拜又打不完了吧？5-4啊！敌方全灭，哎呦，击杀目标伤害降低。这个是古伦德的，古伦德就是我兵离他们啊。如果有插旗的话会比较好，但是没办法，我还是得用那个。贴位，不然我其他的角色有可能被秒掉。他们很凶的啊。取入婆娑平沙驿，都别争，我先上。站位失败，我们这个短腿的只有走3格。见识领命，都别争，我先上。站好了，长枪如龙，取入婆娑平沙驿，我可助你。何为魔道？冰离会冲我们了，让他冲吧。啊嘞，先被先手了，没办法。请奉神旨。有没有啊？哇，超级痛，超级痛！请奉神旨。我就说我会被秒吧。这个因为我才5-6嘛，战力也不太够哦，跟打五五真的蛮辛苦的。别争，我先上。好了，我先放这个2个护卫吧，不然实在是没办法。取入婆娑平沙驿。站开一点啊，不然他要 AOE 我们了。不过我能用朱槿的话，我就插旗的，把他们引过来。哇嘞！不行啊，太强了，太强了，太强了！冰离太强了。他们一定会我先冲上。过来吗？长枪如龙，取入婆娑平沙驿，不过去了，不过我去了。可助你。我不动了，不动可以吧？休要轻慢。超级痛啊！现在还有奶吗？以前我打这一关也是觉得很难打，以前呐、啊，以前。我先上。先奶啊，没办法，不奶不行啊。这边有铁位啊！有营生，有营生！哇，他们身上一堆 buff 哎、欸，大家看到吗？夸张的 buff！长枪如龙，见识领命。他很克我冰离耶，因为他是绿属性。不绝。可是在这个组对战组合里面，你如果不杀他的话，哦，很难打。不绝。
看样子打不死啊！等下要被补起来了，差点烧死他！哇嘞，没有护卫到哦，他无视护卫。 大家看到了，我打不过，非常难打，那就只能用那个红属性的，先把那个古伦德杀掉了，不带铁卫了，或者是牺牲战阵。主要我中了这一招啦，迟缓啦，然后就无法护卫。 好，放弃，再一次，再一次，再一次，这次我改变打法，不上铁位了，不上铁位了，我不上铁位，可以了吧？咱们不上铁位啦！娶入婆娑，你还有选择的余地。 啊，我们都不要动。哦，这样没有用，是不是？要插到他们就对了，我插到他们。谨奉神旨。好，我们就可以杀冰里了。先杀冰里。 全力杀冰里呀！全力杀冰里就对了。冰里这次好像有免死哎！我又可以再动了，运气真好。见识领命。 有没有还会那个定魂呢？见识领命，这样就过啦、啊，不要乱动、啊，上燃烧啊！何为正道？何为魔道？ 不错吧？神官天变，因为我们刚刚那个铁卫都没办法发挥我铁卫的那个效果啊。取入婆娑平沙翼啊，没有拿回来，可惜。我想说拿得回来，算错格子，算错格子没办法。红属性，为什么会有个优啊？打我冰里啊，没办法，冰里就是弱啊。我可助你。先杀这个法师哈。 哇，超级痛啊！哎呀，不行啊，不行的，这，哎呀，晕掉他啦，晕掉他啦，好险可以晕掉他，不然我就惨啦。那现在就非常危险，见识领命，因为我没有铁位啊，我没有铁位。 他们随时会把我秒掉。好，没事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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这样应该没事。只要不要把我秒掉就好。
哇，连这个奶妈打我都超级痛的。取入婆娑平沙翼，此曲如何？这个部位哦，怎么这样啊？ 哎呦，打不死！因为他们有一个设定，好像死掉就会越来越弹嘛。他们那个这次的设定，哎呀，不行啊！我的兵力打他应该打不太动。回血，拼命看。哇，你看打不动。 属性贝克非常严重，上奶妈好像补血哦，继续插旗呀。好，过了，太辛苦啦！大家看到哦，这多辛苦啊！以前我打这一关也是觉得有点辛苦，就是你跟他位阶差不多， 战力又没有很高的时候，因为他这个组合他有坦有奶，然后有那个 AOE， 就那个什么什么针的莫龙针会烧我们，然后杨云嘴又会秒人，然后比你又免死又可以再动，所以他这个组合真的很难打。嗯，我都没有选到那个好的那个队伍强化，我全部都是防御的，所以我伤害就不太够。 暗属性哦，岩属性、暗属性、光属性、暗属性好了，因为我暗属性我会上两只嘛，见血跟那个迪优。好吧，那就打到这边吧。这个我可能就明天看有没有时间打，没有时间打就算了，没办法。好，那时间的关系，失败了很多场嘛，一直重来，只玩一场而已。 然后又讲了化境啊，化境目前的状态。OK， 那就先这样啦。我是哈姆，喜欢我的游戏频道，欢迎订阅、点赞、开启小铃铛。我们下期再见。好，大家拜拜喽。